大家好，我是力哥，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前几天我发了一个视频，聊到了 GoTo 创始人对最近争议事件的回应。我个人觉得他的回应非常糟糕，具体原因我在视频里面讲得很清楚，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在留言区我也看到一些人说我不了解事情的全貌，还有人给我发所谓的反转内容，我都看了也听了相关的说法，但说实话我并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任何反转，也不觉得社区经理的做法是可以理解或者被洗白的。先插一句，批评某个人某个行为或者某件事并不是为了打倒对方，而是希望引擎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回到这次的 GoTo 事件，不少人提到所谓的反转证据，说社区经理在推特上的帖子是有上下文的，但其实这根本站不住脚。大家可以看到这条推文，它发布于9月27号，内容一点没删减，你随便一个人看到这条推文都会觉得社区经理是在参与鼓励甚至推动所谓的觉醒文化，很多人就是基于这个内容提出质疑的。所以你的原推文就没有上下文，为什么要求别人理解的时候就要知道你的上下文？谁他们要知道你发帖子的时候在想什么？然后9月27号发完了后，发现在社区里面着火了，就有人在28号问了一句，你为什么突然发这么一条推文，有没有什么上下文？于是社区经理用 GoTo 官方账号发了个截图来解释背景。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为了平息事态，让别人觉得事出有因，社区经理做了个事后找补的举动也是合理的。再来，即使我们接受这个说法，认为你就是看到这个帖子上头了然后发了推文，我们具体的看看这个所谓的上下文。起因是一个开发者觉得引擎觉醒了，于是另一个开发者觉得不爽，这个也很正常，但凡有点客观理智的都知道这段时间玩家和开发者对这些觉醒多元和政治有多反感，所以有人开始呛这种引擎觉醒的说法也是人之常情。结果就是两个人吵了起来，说到底也只是开发者个人之间的争论。那 GoTo 官方账号有什么必要下场站队呢？更奇怪的是，那个发觉醒言论的开发者用的还是 UE5 引擎，即使要站出来都应该是 UE5 和 GoTo 有什么关系？结果你 GoTo 非得出来掺和一脚。我们合理的推测就是这个社区经理看到这个推文突然间情绪上头，开始用 GoTo 官方账号发推力挺。这也是我前面的视频讲的，你个人的倾向如何没有人干涉，但是不应该用官方账号来发表这些和引擎发展无关的内容。再看看这条推文下面的回复，几乎都是支持觉醒文化的观点，体现出了社区的高度统一。但真的是这样吗？真相是几乎所有不认同社区经理立场的回复都被隐藏了，终于引起了一片哗然。你自己说说就算了，你甚至不让别人说话，这谁忍得了？于是社区开始炸锅。聊到这里，大家觉得这个所谓的上下文可以作为反转的证据吗？可以的请扣一，不可以的请扣二。说事情反转的还有一个理由，就是隐藏的留言都是网络报名的不堪入目的留言，但真相又是什么？我们直接拿证据说话，点开推文右下角的那个图标就能看到隐藏的留言，比如只有你自己觉得引擎觉醒了，意思是引擎觉醒这件事情是你这个社区经理自己觉得，不要代表我。 GoTo 请不要走这条路，为什么要这么做？表示对这条推文的不理解以及未来的发展路线的担忧。选择觉醒就是选择破产，这个我们在很多玩家社区都能看见，就是很多强塞政治正确元素的游戏经常 BOSS 的结局。例如某某特工，你当然要隐藏我的回复了，游戏引擎的公众形象偏袒一方并引发争议，这太可耻了。还有很多类似的评论，你觉得社区的反应正常吗？这些被屏蔽的留言过分吗？我觉得再正常不过了，而且发言也很节制。然后这些人在 GoTo 创始人后来的回应中都被归为了无脑小黑子，感情给觉醒文化唱赞歌就可以，提出合理质疑的就格杀勿论，这公器私用不要太明显。所以那些说什么反转了，社区经理可以洗白了，质疑者都是报名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而且事情本来就没这么复杂，错了就承认改正并且下次注意就好了，非要硬凹一些东西何必呢？按下葫芦浮起瓢，真相就在那里，你怎么盖也盖不住。有人说我煽动对立，拜托，事情是社区经理自己做的，奇葩回复也是 GoTo 创始人发的，合着事情都是这些人干的，你避而不谈然后指责是我搞分裂，这锅我可不背。还有人说 Unity 和 Unreal 也搞觉醒文化，我为什么不说，企图祸水东引。问题是人家的社区经理有这么离谱吗？有封禁账户和大面积隐藏社区成员的评论吗？他们的 CEO 有出来说合理质疑的人都是无脑小黑子吗？再说了，你家着火了我提醒你要灭火，你说没事，隔壁也着火了你怎么不去提醒隔壁的？问题是隔壁的火烧得再大，你家的火会自己灭吗？这都什么逻辑？我看了大多数的评论，绝大多数都是 IQ 和 EQ 在线的，一些讨论也很有深度，也给了我不少启发。最后我再强调一次，我们讨论这些事情不是为了让大家站队选择用哪个引擎，而是希望大家能够理性思考，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你有什么想法或者想让我聊的话题，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如果你想看到更多和游戏开发相关的话题讨论，记得关注我的频道并且一键三连，你的支持是我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我是力哥，我们下次再见。